上次谈那个 inner product， 那我们大致上已经介绍了比较抽象的，就是线性空间上面的 inner product， 举了一些例子。好，那今天要先回来给个 remark。就是我们谈了那么多抽象的空间，我们再回到 RN。那 RN 我们有本来的内积，好，但是我们上次其实讲过一个定理，这个定理是这样：假设你有一个抽象的 linear space， 然后到 RN， 好，如果你有一个 isomorphism 的话，虽然这个是一个抽象的空间，好，来可能不晓得什么 inner product。但是，一旦你有这个 isomorphism 的时候，你永远都可以定义一个 inner product by V， 啊 ，F 跟 G， 啊，把它定义成 TF、TG， OK。也就是说，利用 RN 这个本来的 inner product， 永远都可以定义一个像这样，这其中 T 是 isomorphism， 我刚没写。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在 RN。也就是说，你从 RN 到 RN， 如果你有一个 isomorphism， A， 所以换句话说呢 ，A 是 N 百 N， 而且是 invertible。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定义一个新的 inner product， 但是是定在 RN 上面。然后这个定义呢，其实就写成 AUAV， 这样子。这其实就是这个的写法 ，OK。然后呢，可以把它写成矩阵的样子，所以这边 inner product 可以改写成 AU。的 transpose 上 AV， 好，其中这个层变成矩阵乘法，那因此写下来变成 UT AT AV， 好，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普通的 inner product 呢，是 A 是 identity 的情况，因为 identity 这边相乘到 identity， 就变成原来的。但是除此之外呢，一般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RN 上面不见得只有一个 inner product， 好，那 RN 上面你爱怎么定，你只要随便找 invertible， 你永远都可以定出一个新的 inner product， OK， 那这件事情就是要破除你觉得 RN 上面呢，我们有一个标准的 inner product， 然后作为所有其他的linear space 的 model 这样子，好，那其实不是这样子 ，RN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 inner product， 那事实上你在你们的习题里面，你们应该已经做了，好，就是说。你事实上可以去研究，比如说 UT， 假设你有个矩阵，我可以用 A 好 ，U B， 好 B， 然后你这样子去讨论说，如果你要定一个 inner product， 把它定义成这样，那这个 B 必须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当然我们知道 inner product 里面的交换，好交换。这样换的话，必要用到 V T 啊，这边要给他一个条件，这边是这边是可以，好，反正就是要用这个是 symmetric。所以这个要 symmetric， 没有用到别的，这是 DT 要等于 B， 这样你要交换的时候，你要先用到这件事情，因为交换的时候是 VU， 好，所以等于 VT BU， 但是它又要等于这个的话，所以你如果做 transpose， 做 transpose 的时候呢，这个 DT 要等于 B， 好，这大概是第一个条件。然后呢，二跟三都没有什么问题，二跟三反正 linear， 好，这件事情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第四个呢，其实是比较，就是除了这个条件之外，你还需要 UT B， 比这个要大于零，好 ，for all
of this U. For all U 属于 R. Rn, U 等于零。这样子。那这个条件呢，我们后面还会再谈，这叫 positive definite。叫正定。那这是矩阵的特别的性质，如果满足这个性质的话，这个我们等到以后再谈。不过，这个会满足这个，好，因为这个是这个的特例，就是它满足，它是交换的，然后呢，它是 positive definite。OK， 我们随便给个例子哈，你的，我们就给很简单的例子，譬如说，x1 x2。就随便找一个矩阵，比如说把它定义成1 2 0 0，不偷懒，做一个很简单。好，那这样一写呢，就变成 x1， 两倍的 x2， 跟普通的。这个矩阵做内积，一直变成 x1 y1， 加上四倍的 x2 y2， 好，就是像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就得到一个新的 inner product， 好，像这样。那你记得这个不是原来的 inner product， 所以针对这个 inner product， 你有自己的 orthonormal 的概念，好，有自己的 projection 的概念，也就是说你有 inner product， 你就有这个概念。那这件事情在通常在抽象的 linear space 比较好想，因为抽象的 linear space 你本来就没有 inner product， 所以你现在好不容易定了一个 inner product 以后，虽然怎么想怎么怪，但是你还是可以定义它的长度、角度，然后它的 orthonormal 或者 orthogonal 的概念。可是反而在 Rn 会比较难想，因为 Rn 你根深蒂固有一个自己你已经想好的最好的 basis， 最好的垂直的概念。所以一旦呢，现在你有一个新的 inner product 之后，你反而会觉得说，譬如说你以前觉得不垂直的向量，现在怎么变成垂直的？好，譬如说类似像这样的问题，那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说你没有一个 inner product， 你就有自己的长度、角度以及所有的其他的几何概念，这是没有办法，好，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你会有自己的 orthonormal basis， 那这个 orthonormal basis 呢，跟原来 Rn 中间的 orthonormal basis 是不一样的。好，那为了把你们搞得更乱一点，我们还有这个 remark， 还有下一个。这个更乱一点指的是这样子。好，但是好，我们先记得我们前面讲过一个事情。譬如说，你从 Rn 到 Rn， 你利用一个矩阵，你可以定义一个线性映射，对不对？好。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换了另外一个矩阵，你就有另外一个线性映射。所以这个线性映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换一个矩阵，你就有定义另外一个。但是你也记得，当我在 Rn 取主 basis 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牵扯到 coordinate 的时候，假设我取了一组 basis， U1 到 UN， 那你针对这个 A， 其实你可以有一个这个 basis 的写法。然后呢，得到另外一个矩阵，这样我不要写 A 哈，写 P 哈 ，P 好。那我没写的话，就是针对普通的那个自然基底。那这个是一个矩阵，这也是一个矩阵。然后这个线性映射本身通常是想成这个，但是你如果换了别的基底的时候，同一个线性映射会有不同的表示，因为你取的基底不同。好，你记得你是同一个线性映射，完全一样的，就是原来你这个定义的，只是因为你有不同的基底，以至于你有不同的矩阵的表示。那当然你们已经做过一阵，现在已经比较熟悉这件事。那这件事呢，在 inner product 又会再来一次，好，又再来一次。也就是说呢，你在 Rn 上面，假设你有一个 inner product， 好，那你同一个 inner product。你其实如果换了不同的 basis， 你也有可能有不同的表示法。也就是说，U 啊，
我要怎么写？就是，好，就是普通的向量，事实上可以写成，好，感谢这件事哦，好，就是这是本来的向量，然后呢，现在如果你用 B 为基底，因此你有个新的 coordinate， 好，所以这个就是新的 coordinate， 实际上你的基底就得到原来的向量 ，OK， 这是你的基本的那个标准，那。这时候好，就算我们看原来的 inner border 好，假设 R N 我用最原来的 inner border， 所以你现在看 U T B， 这个是原来的 inner border， 就是普通的 inner border。但是你现在重新写了这个之后，因为你有那个新的 coordinate， 因此这个地方会写成 B U transpose B。好，这是换的，这是等式，好、哦，这是等式。那现在从这个口点的眼光来看呢，它现在写起来变成这样。这样子，好，这地方产生一个跟那边类似的东西。OK， 也就是说它是，但是注意那边那个跟这边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好，我再看一次。这边的这个写法，我是拿来定义一个新的 inner border。好，就是说我原来有只有一个普通的 Rn 的 inner border， 我现在透过呢上面一个来说 model， 我利用这个方式定义了一个新的 inner border。我刚刚还在那边拼命的证明说它满足 inner border 的条件，所以它是针对 Rn 普通的坐标本来的。自然基底的坐标，去定义一个新的 inner border， 所以它是新的，就好像它的角色就好像你在这个地方有不同的线性映射一样，啊，你可以有 T1、T2S 什么不同的线性映射。然后呢，就跟这个同一个线性映射，你针对不同的基底，你会有不同的表示。在这边也一样，你针对本来 Rn 上面某一个 inner border， 比如说我刚刚这边写就是最原来的 inner border。但是因为你换了基底之后，从不同的坐标去看，原来的这个基底呢，现在重新从新的坐标来看呢，它就会变长成这个样子。OK， 所以这表示这个 mechanism 呢，既可以表示新的 inner border， 但是也可以拿来表示原来的 inner border， 但是使用不同的坐标来表示。其实这个情况在以前已经发生过，你们已经跟它奋斗一段时间了，就是一个线性映射本来就有一个矩阵表示。但是，所以矩阵可以拿来表示线性映射，啊，但是同时呢，你换了不同的基底，同一个线性映射，它有不同的矩阵表示，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搅在那里，因为你有一个新的东西，你的写法跟你用原来的东西，但是你用不同的坐标去写，看起来一样，啊，那因此你必须要分辨这个事情，那在现代数里面你终究要分辨这个事情，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这件事情的经验，如果你有学起来，那对你做的这件事情就会有帮助，啊，就是你要分辨。所以当你看到一个 inner border， 你要小心的，就是说，第一个，它到底是用哪种坐标来写，那它描述的是原来的 inner border， 啊，那这个其实是要，在看到那个叙述的时候，本身要先搞清楚的事情。好，我这边有举一个例子，但是。整体在这边写不晓得好还是不好。好，我举一个这边的例子。那这边的例子是这样，我举一组新的基底，这个新的基底是一零。还有零二，好，这是一个新的基底，所以本来的坐标 x y， 你现在用新的基底来写，变成一零零二，好，这是原来的向量，但是这个是新的向量，啊，就是说不是说新的向量。这是同一个向量，但是用新的基底写的新的 coordinate 的表示，应该说新的 coordinate 这样子。好，所以譬如说原来的10，我这边写一个 b 好，
好，虽然我今天写八，但是因为我等一下写成这边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写个 b。好，那你知道，所以譬如说这边如果是一零的话，这边还是一样一零，所以它在这个方向上它是一样，但是零一呢，它就变成零二分之一 b。好，因为它现在的距离变得比较长，在那个 y 轴的方向，它现在变成零二。所以呢，本来的零一现在从它看起来只是二分之一而已，好，像这样子。好，那因此呢，原来的线性原来的 inner product 是这样子 ，x1 x2， 哇，这种情况，我应该写 y 才对，好吧，我这边这样写，我觉得是这样。好，这是原来的线性因子。就是写下来就变成 x1y1， 哎，对，写错 ，x1y1 加上 x2y2， 好，这是原来的线性映射。然后呢，你现在因为你有这个关系式，所以你可以写成，好，写一遍好了。这样子，因此呢，变成 x1 bar、x2 bar， 然后这个地方乘起来，所以1004 y1 bar、y2 bar， 所以变成 x1 bar、x2 bar 加上四倍的 y1 bar， 好 ，OK， 所以接下来变成这样子。那这两个其实是一样，好，这两个其实是一样，因为中间这个 bar 跟中间的其实映射的关系。但是你如果什么都不看，光看这个，跟看这个，你觉得你在看一样的东西啊？因为这个写起来是长这样子，然后那边写起来长这样，觉得看起来好像一样。但你要记得，这边我用的是原来的 x1 y1， 啊，换句话说就是原来的坐标的写法，所以它是一个新的东西。但是那边呢，牵涉到坐标变换，所以你的 x1 y1 呢，跟 x1 bar y1 bar，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有关系的。好，所以譬如说这个向量。因为零一本来长度是一嘛，在我们的本来的 inner product 里面长度是一，但是因为你现在从新的坐标看起来是零二一，所以你去量它的长度的时候，其实你要用这个来算，所以零二分之一就会变成零二一，它的长度就会变成，因为你要用新的，因为你是用新的坐标，所以你的 inner product 跟过来了，所以你计算它的时候就得到四乘以二分之一。对，还是对的。好，这表示它跟原来那个长度是一样的，因为它表讲的本来是同一件事情，好，只是说你从不同的坐标去看，所以你得到不同的表示。但是原来它所描述的东西全部都要对，长度是一的，现在还是一这样子。OK， 那这个跟你在这边你用了一个新的 inner product， 所以零一这个下呢，在新的 inner product 长度变成二是两回事，这样子。好。好，这只是 remark， 因为上次讲的这件事。那所有的关于像这类的东西讨论呢，我们到下学期的时候还会再回来啊，因为这个东西是整个在一个叫 bilinear form 的圈层里面。好，那现在让我们回到抽象的 linear space， 因为我们有一件事情要谈。那我们上次谈到，你在一个抽象的空间，你定义了一个 inner product， 好，你可以讨论它的长度，可以讨论它的角度，你也可以讨论，反正跟这些东西有关 ，projection， 好，就是 orthogonal projection。你也可以讨论什么叫 orthonormal basis。好，你可以讨论什么叫 Gram Schmidt。你甚至可以讨论在这个情况之下的QR factorization。好，这样子之类。那这些概念呢，全部都是跟着 inner product 而有。好，上次讲过，但是我没有举过例子。我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等一下我们稍稍我要用一下，但是跟我们等一下最重要的讲东西，只有一点点关系，所以我们就来讨论。我本来想写到 P 图，那课本只写到 P1，P1 比较简单，我们就来看一下 P2， 好，这是 polynomial space， 然后呢，你定一个 inner product。fx， 好吧，先这样。那我就把它当做例子，我们就来算一下它的基底，好。好，所以我们有一。那因为你要所有都用到，所以最好我们就来做一下 branch mean。你做完 branch mean， 什么东西都用到。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exxp 八。那这个是你的基底，好 ，P。你现在从 P2 这组基底呢，我想要得到一组新的基底。这组新的基底针对这个 inner product 呢是 orthonormal， 好。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在这个新的抽象的函数空间上面的 branch mean process。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V1， 好，这就是 V2， 这是 V3。回想我们做 branch mean， 所以第一个呢，先写，好，把它写在这里。所以第一件事情，先写 v1 等于 v1 的长度乘上 u1。Okay。 但是 v1 呢，现在是一，好，我来计算它的长度，好吧，把它算在这里。所以一的长度是一乘以一，好，写在这边，一的长度等于一乘以一负一到一 dx， 好，所以答案是二。所以1的长度是 2， 听起来很怪，这个长度是 2， 所以呢变成两倍的乘以二分之一，这就是我们的 U1， 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 V2 要等于 V2 跟 U1 做内积，然后乘以 U1 加上 V2 per 乘以 U2，所以我们要算这个 V2 跟 U1 做内积，我这边我最好不要这样写，这是原来的写，这新的字项我最好不要写。好了 ，V2 是 x，U1 呢是二分之一，所以两个要做内积 ，dx。所以是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 x 平方一负一等于零，好，假装算一下，因为其实是奇函数，所以得到这等于零，零乘上二分之一加上，好了，那这边既然是零，所以 v 2 per 呢，其实当然就是 v 2本身，所以要计算 v 2的长度，尽量不用到那边去。V2 的长度，等一下，我刚刚就算错了。哦，也没有跟我讲。好，一一二，这个是一的平方。好，所以一的长度是根号二。在这边不变，因为反正这个这边是因为奇函数的关系。好，所以我们来继续看它的长度。所以这个是负一到一 ，x 乘上 x dx。OK， 那这个是平方三分之三次方三分之二。OK， 好了，所以这个长度呢，因为 v2 per 现在就等于 v2， 所以这个根号三分之二。乘上，根号二分之一，对 ，u two x 除以根号三。好，我现在知道课本为什么只算两个，看起来是很啰嗦。好了 ，v 三，至少我道义上把它写下来。u one 加上 v 三 ，u two
加上剩下的 B3 per B3、okay。 所以呢你要去计算一跟这个就是 V3 就是 X 平方的内积，然后 X 平方跟 U2X 这个是积函数，所以这个这项会是0，但这项不会是0，这项会是0，好吧，算了就不用算了，我好像有答案的样子。反正算下来之后呢，因为我记得是一个很丑的答案，所以我才不想写。好，就这样。反正算来的结果呢是，好，我们得到 U3。U3 等于。现在，所以到底是什么？好，我把它全部列出来。所以 U1 等于根号二分之一 ，U2 等于 x 除以根号二三。U3 呢等于 x 平方减掉三分之一，除以这样子。你如果想把那个提出来也是可以，但是就会刚刚看起来更复杂一点。好了，就得到这样子，没有任何感觉，对不对？好，但至少反正这个是 orthonormal basis， 针对我们现在取的 inner product。OK。所以你现在注意到的是 P2 啊，虽然同一个 P2， 如果你把这个负一到一的区间现在取成，比如说零到一，取成什么负二到三，你完全会得到不同的 orthonormal basis 啊，因为你有不同的 inner product。好，那现在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有一组 orthonormal basis 在这边，因此呢，我们可以谈下面这件事。所以你可以谈 projection， 哦，比如说你可以谈在 P2 里面，在 P2 里面，然后谈 projection， 比如说你在这边谈 U1 跟 U2 span， 假设 U1 跟 U2 span 出一个，这个是 span， 哦 U1 U2， 那你可以随便在这边找一个 n， 然后投影到它上面来。比如说，你可以找 x 平方啊 ，U1 跟 U2 呢，我们知道是一跟 x 展开的，所以就可以看 x 平方这边的投影。话说回来，这是我刚刚做的事，这样子啊、哦。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反正这个过程，因为 Grand Schmidt 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一个 projection 投影，然后再减掉的过程，所以这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是，因为你的 P2 啊、哦，其实是 subspace 哦，一个 function space， 比如说啊。哦啊，比如说这样，随便，就是比如说连续函数，然后再负一到一。你说为什么要负一到一？对啊，也没有一定啊、哦。我只是随便写一个，因为反正这个多项式呢是在负一上负一到一上面呢它是连续。那你如果不要负一到一，你写 R 到 R， 其实也都可以啊、哦，这都无所谓。这样子，好，那现在重点是，我们知道这个 P1、P2。P 零，这样子。那因为它是它的 subspace， 哦，这个是它的 subspace， 所以你永远可以谈这个到这边的有一个 projection， 啊、哦，虽然它是无穷维，因为我们前面讲习惯了有限维的 projection， 哦，所以我担心你会有一个你一定要在有限维才能做 projection 的感觉，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你现在的 P 负虽然包含在无穷维空间。但是你其实可以做 projection， 因为 projection 有个定义，它是写成就是 f 哦 projection of f， 我直接写 p 哈 ，p 哇这边有两个 p， 糟糕，好，还会写 projection， 它投影到那个 p2 区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写成 f 跟 u1 做内积 ，u1 f u2。所以我先不要写。
就是说，我现在考虑批兔在它里头，就我永远可以谈一个函数，把它投影到批兔是怎么做的。然后那个做法呢，就是用原来的 Perjuice 这个写法。那这个 Perjuice 的写法呢，是跟你的你取的矩阵无关。如果是矩阵就麻烦。好，以前我们关于 Perjuice 有好几种写法。好，因为你在有限维的空间里面，你写 Perjuice 你有矩阵的写法，把矩阵拿出来，然后想办法这些写。你有取 orthogonal basis 以后的写法，也有不取一般的写法。但是呢，你在无穷维的这个招式就完全没用，因为这无穷维，你说，你把 P2 先摆在这边，然后你要先写成一个向量，向量是无穷维，然后有个矩阵去计算，那就没辙了，好，原则上没有辙。所以呢，你现在只好用这个定义，那这个定义跟那个矩阵无关，好，它其实就是把 F 跟 U1 做内积 ，U1 只要你的 U1、U2、U3 是 orthonormal 就可以了，这样子，好，那这个其实就可以做。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这是 P2， 好，我现在不是把它画成这样 ，P2 应该是一个三维空间，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模拟的图。然后这个外面呢，就是你的函数空间 C 负一，好，所以你任何一个函数 F， 你都可以做一个投影下来，这样子。对，你甚至还可以谈这个的长度。好，是，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 picture 不是这样摆，好，假设我们是先看，比如说这叫 P1， 我先把我的函数投影到 P1 去，投影到 P1 去就是你从这个函数呢得到一个一次多项式，好，你先不管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反正我给你一个 F， 我可以投影到这边来，得到一次函数，这个我叫做 F1， 好，把它投影到 P1 这个空间。也就是说，你从任何一个函数，比如说连续函数，你可以得到一个一次多项式。然后呢，因为 P1 呢是落在 P2 里面，所以呢，你现在又可以去谈 F 呢投影在 P2， 所以比如说长得像这样子，对，到这边来，那这个是 F2， 就是 F 在 P2 的投影。好，那推移下来，这个是垂直的，这个也是垂直的，好，但是因为P1 是在 P2 里面，所以这边还有一条线，这个是 F2 减掉 F1。 现在重点是你在这个大的空间 P2 里面呢，你其实得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垂直直角三角形，其中这个是 F 减掉 F2，这个是 F 减掉，好，没有，这一段是 F 减掉 F1， 然后这个是 F2 减掉 F1。 OK， 这应该有向量表示，我就写一下好了， F2 减掉 F1。 好，这样，因为是直角三角形，所以你有毕氏定理，因此你知道呢，这个长度会比这个长度来的长，好，对，有可能一样长。如果你投影刚刚好，它就在它上面，有可能一样长，但是至少这个不会短于它，好，至少一样长。所以换句话说呢，你现在如果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你就是有一个函数 f， 就是一个普通的实数函数，好，你不晓得因为哪一种原因呢，你得到一个一次多项式，所以得到一个 a0 加上 a1。x， 然后呢？你现在经过第二个投影呢，你得到 b0 加上 b1 的 x 加上 b2 的 x 平方，好，得到这样的东西。而且你知道呢，这 f 跟它的距离，跟 f 跟它的距离，当你随着2就一变到2的时候呢，你的长度会缩短。好，那如果你从微积分来看，你开始应该就感觉到一个 approximation 的感觉。好，就第一个。你把一个函数呢，不晓得为什么弄成一个多项式，多项式是比较简单的东西。然后呢，你甚至可以谈 f(x) 跟它的差别 ，f(x) 跟它的差别，然后 f(x) 随着次数的增加，它这个差别呢会越来越短，比如说这样子。那如果这一切都成立的话，
好，那你就得到某一种 approximate 的概念，好，就是你用一个多项式去逼近 f(x) 的概念。那当然，这个逼近的理论里面，当然还有很多比较，其实也还蛮关键的问题，好，但是至少就几何上的 picture 呢，你可以做类似的事情。好，那下面呢，我就要举一个大例子。这大例子，来维基分你终究都要学。所以我们来讲一个很简单的复热 analysis。好，所以这是书上写的。这其实蛮难的，但我们今天只讲简单的故事而已。就是关于 full analysis 里面，我刚刚讲那个比较细致，好，刚刚讲那个 BGM 里面比较细致的问题，我等一下会讲。虽然这个 full analysis 从大概19世纪，其实18世纪末就开始有人写，好，19世纪的话非常盛行。可是为了要把这个 full analysis 里面很仔细的关于一个东狩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搞清楚，才会搞出 Cantor 好去弄他的infinity 的概念，因为他要把那些事情搞清楚，好。然后 Full Analysis 一直到20世纪中叶都还没有真的完全做完，有很多根本问题都还不清楚。所以，就你们要学分析来讲，可能你们到高维啊，就是分析的时候会再谈。但是如果就一个简单的 picture， 就像我刚刚讲，那其实倒是蛮容易，所以我们就讲这个简单的 picture。对，所以函数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 space。我不是要用 P1 P2， 所以你不用担心我要去做，比如说泰勒展开式，好，我不是要做这件事情。我现在要的空间呢，不是这个空间，我要讨论的是 cosx， 好 ，sinx。好，讨论是三角级数，所以是以这个为 basis 所展开的空间。然后呢，我想看。这个我就叫做我叫 P1， 因为这个是 trigonometrics， 好，这是三角函数，然后这个把它叫 T2， 然后这个把它叫，好吧，这叫 T0， 叫 T1，T2， 好，就是说它所展开的空间一就是一自己，然后一 cosx 跟 sinx 合在一起展开的叫 T1。这个一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前面是一，好，然后 cos2x sin2x 前面这边有2，对吧？所以它有点像多项式，就是有一个分级往上走，这样子。然后 inner product， 我们要讨论的 inner product 是这样。那这个讨论 full analysis 其实还蛮正常，是因为我们看这个 inner product。因为你看的 inner product， 我们前面定的函数的 inner product 都是某一个区间上的积分。那这个跟你对整个函数做积分来讲，这个概念啊，其实有点违和啊。因为普通你做函数的积分，其实不管那个区间。但是你现在看你的这个定义啊，每次一写就是某一个区间上面的 inner product， 它感觉起来好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限制？所以为了消除这个限制，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干脆考虑周期函数。也就是说，其他的东西积分对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就讨论这一段。那这是为什么我要讨论 cos sin 的原因。好，那我们把这个区间取好，写成负派到派。然后呢，前面除以派分之一。OK， 那原因呢，等一下马上就清楚了。好，然后下面的，我会说明。来，我们说明第一件事情是，所有这些 orthogonal， 好，是 orthogonal， 所以换句话说，你只要除以它的长度，它就变成 orthonormal， 这样。orthogonal 呢变成好吧，积分的基本问题 ，cosine mx sine cosine nx dx 负派到派 ，cosine mx。sinx，dx 负派到派 ，sinx，dx， 好，就是做这些基本问题。因为你现在要看那些 cosine
在彼此之间啊、所有的垂直关系，所以你就把所有可能都列下来。每次你母亲算过没有？完全忘记，不是刚娶而已吗？母亲不是刚交完而已吗？哎、欸，你说真的假的？真不知道。所以，计划和差，对，是啊，对啊，我要计划和差，没错，你想到了。就反正这个东西呢，你要写成 cos m 加 n， cos m 减 n， 啊之类的正负差，啊，我懒得写。那因为反正重点是因为你是从负派到派做积分，所以你要观察的只是说，像你做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变成零，什么时候不变成零，啊，重点是这件事情。结论是。这个会等于零，如果 m 不等于 n，哦，这个永远都等于零，这个呢等于零，让 m 不等于 n，哦，那原因是因为只要 m 不等于 n， 这个地方反正加起来，反正就是你去积分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变成相同的，然后呢一积完以后就全部变成零，好，哦，大概是这样。好。那当然包括，好，包括一也要算，但一的比较简单，一就是跟 cos， 就直接去算这个，好，然后 sin， 那这当然都是零，啊，因为这个周期是二，所以怎么样都是零。好，所以结论只剩下几个，第一个一，负派到派，派分之一 ，dx。这个是二，啊，这是二，所以一的长度呢，很不幸，啊，又变成根号二，啊，所以它的，如果你要从 normal 的话，就是根号二分之一，啊，这是第一个。但除此之外，所有的 cos mx 的平方，啊 ，dx。负派到派，派分之一，因为这个等于，这等于什么？一加上 cos 二 mx 除以二，负派到派，好，等于一，啊，这个积分是零，二分之一，二派，二消掉，派消掉，就等于一，好，一样的派分之一。从负派到派 sin mx dx， 啊，这也等于一，用类似的，那就变成一减，这样子，所以答案是一。这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要加派分之一的原因，啊，因为加上派分之一之后呢，我们写出来的这些东西，除了一比较古怪以外，其他都很好，啊，其他都是 orthonormal， 因此呢，我们就得到一种 orthonormal basis for 这个空间。那我把它写下来，我把一换成根号二分之一，好，其他我没换，啊，其他我没换，然后这一组现在就变成 orthonormal， 那它虽然是无穷，但是 orthonormal 的意思就是说你随便拿一个有限格出来，它彼此就是互相正orthonormal 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来谈这个 picture， 啊，继续来谈这个 picture， 只是我们现在把这个 picture 的 P2 呢，现在换成 T2， 也就是说你现在从 T0、T1、T2 一种方做，啊，就我们干脆把它定义清楚，啊，给定一个 f 呢，属于其实这边的函数呢，只要可积就可以了，哦，我写 c 可能太长，哦，事实上也不需要，其实只要是函数，然后譬如说 piecewise， continuous 就可以了，哦，就这种函数也可以，最简单的可积，只要你有办法把它写成可积就可以了 ，OK， 我现在这个只是写，能写一般函数，只要它可以积都可以。哦，重点是我给了 f 之后，那我要定义 fn，
好 ，Nn 其实就是 projection， 就是 projection 到 Tn 的意思。好，那 projection 的意思呢？按照我们的写法，就是 f 跟根号二分之一加上 f 跟 cosine x。这样子，好，写下去。但是这有一个普通的写法，因为我要把它写成 A0 还是？因为这是为了方便，就直接写。就是这个是 A， 是这个，好，是 A。然后呢，这个我们通常记成这个叫 B1， 这叫 C1。我不晓得跟课本是不是一样，因为课本好像跟我习惯不一样。课本是把 sin 写前面，因为我习惯把 cos 写前面。好吧，那我就把这个写在前面，这个写到后面来。那反正这个叫做 B1， 这个叫做 C1， 好吧，所以这样一直写下去，所以换句话说呢，你会写成一个级数，写成 A0 乘上根号二分之一加上 B1 sin x 加上 C1 cosine x 加上 B2 sin 2x 加上 C2 cosine 2x 加点点点。加到 bn sin nx 加上 cn cosn nx， 好，写到这边。那前面这些系数呢，就是这些东西，把它写下来。所以 a0 等于 f 跟根号二分之一，好，所以换句话说是派分之一。然后呢 ，BK 等于 f 跟 sin kx 等于派分之一负派到派。那 classical 的分析的书上当然不会写积分，他就直接写这个，直接写这个东西。好，那这个东西呢，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称为傅立叶 coefficient， 傅立叶的系数。要像这样式子。我们可以，我们至少算一下 A 零哈，看它什么意思。好，我们至少看一下它在那个常数的投影哈，常数的投影就是 f， 就刚刚写派分之一负派 i 根号二 f dx。好，但这只是系数，它还要乘以根号二分之一。那这个才是它完整的在常数上的投影。那这个投影呢，这边二二写下来就变成二派，所以负派到派 ，f(x)。好，然后这个式子，这式子是有意思的，微积分学过。好，这个就是平均。好，这个函数在那个区间上的平均。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单纯做一个投影，用一个常数来表示这个函数的话，在这个区间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取它的平均，因为不上不下，刚刚好拆开是零这样子。所以这是常数的投影。那当然下面就变成你要用 cosine sin 就比较难解释。我们先下课好了，等一下接着继续讲，后面还有部分。刚写东西收过来，我要讲一些基本名词。
像这种，这有时候我们叫做 nth harmonics， 因为你们知道这个，你各种乐器有不同的声音，对不对？那乐器是因为那个声波的振动，空气的振动，这样讲好。所以这个刚开头呢，大家是拿这个复利 analysis 来分析这些声音的。那这些分析声音的时候呢，你知道从这个地方到这边啊，你在音乐里面基本的波，然后有这样的波，这样子。所以它其实这东西的组合其实就是这个啊，这是第一个，这个我们叫基频。The basic frequency 的英文 ，fundamental frequency， OK， 然后这个到二阶、三阶，然后到第 n 阶的 harmonics 这样子，然后这些还有一些别的名词，比如说你一看到这些东西呢，你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在每个东西在它这一组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做 P 度平方加 C 度平方，变成 cosine 二 x 减掉某一个 phi 2。这样子 ，OK， 那这个我们称为 amplitude， 然后这是它的下位，好，等等之类的。那这个反正在分析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多的名词，好，然后所有的乐器呢，它这些地方的 coefficient 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会造成那个音色不一样，好，就钢琴跟小提琴的音色其实它就是不一样，它主要是因为。但后面影响很小，因为人类这个 N 是有限，所以人类不需要活到无穷为展开，可能 N 到某个地方就停住了，那狗可能比我们听的更多一点，这样子。但不管怎么样呢，所有的乐器大概所有的差别大概就前面五六个大概都可以决定到差不多了，所以你那个电脑在模拟的时候。它通常也不需要这么多，它大概比如说前面十个才去模拟，那大概就可以模拟出很多乐器的声音啊。那其实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做基本的这个声音的分析，大概是这样子。那但是 harmonics 也不是说只有做这个声音而已啊，因为这个东西牵涉到剪辑运动啊等等之类。那这个宇宙很多东西一个拆解成剪辑运动、某种东西的组合，这是物理面的一个基本的 principle。那但这个其实很有用，但是我们今天很难说出一个道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只讲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所以我们来讲 approximation。那 approximation 呢？就是我刚刚讲，好，现在假设你现在在 T N， 好吧，我把 T N 先标记掉 ，T N， 我这边有个 F。你现在做了一个投影下来，所以你得到了 Fn 这样子。那 Fn 就是我刚刚这个定义哈 ，Fn 的 x， 所以你把它投影到 Tn 来。然后呢，如果你再把它放到更大的空间，就是 Tn 加一，所以你呢有另外一个垂直的向量，这个垂直的向量叫做 Fn 加一。好，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长度呢就是 f 减掉。Fn 这个长度呢，会就是不会变大，不会变大，好，就是这个长度呢，会比这个长度呢，应该说这个长度会比这个长度来的小或者相等 ，OK， 好，如果万一这个会趋近于零的话，不晓得。万一这会趋近于零的话，那就表示呢，这个因为我们有，我想看，如果知道这个趋近于零的话，我就会得到 f 呢，其实会小于等于 fn， 但是另外一方面 ，fn 当然小于等于 f， 好，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成立的话，则 fn
在 limit 跟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就有一个长度，这样子。好，那这件事情就不是线性代数能做的。好，这件事情呢，在分析里面做，这件事情是对的。OK， 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好的这个函数的情况之下，大概是 piecewise continuous 的时候。哦，会比较容易证明出来的，这个会趋近于零。那你现在想想看，这是什么 ？f 减掉 fn 的部分，就是把函数扣掉 fn 的这部分扣掉之后，剩下的部分。哦，那大致上它的意思应该是指，就是你用比较高的频率的 cos nx、sin nx 东西去做跟它做内积的时候呢，那部分会趋近于零。这个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写法，因为我们其实也可以这样写，这样写可能比较快一点。就是因为，好，我刚其实不用那样写，我好像写这个这样比较写比较简单。假设这是 f， 然后呢，它投影是 fn， 就是 f 减掉 fn。其实这边是垂直，因为 fn 是投影，所以我们只要写 f， 所以我们有毕氏定理，我们知道 f， 对对对，直接这样写就好。刚刚那样写有点愚蠢。好，因为我们有毕氏定理，因为 fn 就是 f 在那个面上的投影，然后呢，这是它的相差，所以这部分是垂直，哦，所以你当然有这个定理。因此，我如果这个地方会趋近于零，啊，这个会趋近于零的话，那 f 的平方就会等于 fn 的平方，啊 ，limit 跟趋近无穷大，这样子。好，但是 fn 的平方是什么？ fn 的平方，fn 是我刚刚写的那堆 a 0加上 b 1 sin x 加上 c 1 cos x 加上点点点，一直加上加到 bn。sin nx 加上 cn cosin nx， 好，我知道了。好，我们现在看这是什么？那这个是一个向量，好，或者说一个 element， 在刚刚这个空间里面。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的 inner product 是这个，然后你已经知道，啊，基本上它就是，哦，对不起，这样写 ，a 0乘以根号二，就是根号二分之一 sin x cos x 一直到 sin n x cos n x， 其实是 orthonormal basis， 所以当你写这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长度啊，你如果真的去计算，它其实就是 a 0平方加上 b 1平方。加上 C1， 好，其实就变成这样子。这个没问题，因为你真的去计算这个东西，你就是要算这个跟自己的 inner product。你一算它 inner product， 去算的东西就刚刚算的那堆，哦，这些东西呢要跟自己上一个 S 跟自己做的时候是一。然后其他的东西是零，好，记得是这个，所以它是 orthonormal 的关系。所以呢，你把它计算出来以后呢，它的长度其实就是这个。因此，当我们刚刚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意思就是说 ，f 它的长度，这是 in f 的平方负派到派，好，派分之一，这个意思来写。那它的长度呢，其实会等于 limit n 趋近无穷大。a 零平方加上 b 一平方加 c 一平方，好，变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就很有趣了，
因为这个其实表示说我们啊，从这个函数这边，比如说 c， 我一直用这个符号，但这符号其实不是太好，就是说在它上面的这个函数，它其实印到 L2 还记得是什么吗？我们上次讲，这叫 square summable sequence。你说我给你一个函数，其实呢，我把它的 Fourier coefficient 把它写下来，减账，就我从一个函数，我透过刚刚那个积分，把它前面的系数给写出来。你把这个系数写出来的时候呢，你从 f 呢送到这边，第一个你就得到一个 map。因为我任何一个 f 呢，我可以经过刚刚那个计算得到它的 Fourier coefficient， 得到这个 coefficient。而且你现在写了这件事情之后，那你记得右边这个 space L2 这个 space 本来就有 L2 space 本身的 inner product。当初 inner product 的定义呢，就是彼此相乘加起来，就跟普通的时速空间上面，就是 Rn 空间里面那个做法差不多。就是第一个跟第一个乘起来，这样第二个跟第二个乘起来。那因为它 square summable， 它的假设的条件是说，它平方以后呢，到无穷的时候就 converge。那所以你现在看，它这边刚刚写的这个刚刚好是说，你 f 啊，就是说我现在这个 map 如果叫做 f 的话，它送过去的这个长度刚刚好等于 f 本身的长度，这样子。F 就是原来你在这边用你的 inner product 写的那个计算的那个 inner product 式，然后你现在送过去以后，送到 L2 这个 space， 然后呢，你以那边好，这个我现在这个长度现在是以 L2 这个 space inner product 来写，那长度其实是一样，这样子。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不止好，你要先证明这是一个 linear， 你要先证明这是 linear。那是很容易，就是这边 f 加 g， 然后相对应的 coefficient 相加，因为你只要算那个积分，你看就知道。然后 lambda 也是对的，然后呢还不止这样，它事实上是，我上次有说过，上次有说过，因为它保长，它是一个 linear transformation， 而且你 f 送过来以后，它保长度，这边的长度跟这边的长度其实是一样 ，OK。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map， OK。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算一个例子，好，这比较娱乐性的例子，我们来看。这边其实可以有好几个 remark， 不过我先把这个娱乐性的例子先算一下。好，例子。我们算 y 等于 x， 我并没有要求那些函数必须是周期函数，我只是说，因为我们刚刚那个积分是这样，所以我就想到，我用这种 phase 来写比较合理，只是这样而已。但是函数归函数，你要做刚刚这件事情，完全不需要做周期函数，我取 y 等于 x。那 y 等于 x 呢？我现在要把它的 Fourier coefficient 全部算出来。那因为 x 是奇函数，所以你知道那个如果是偶函数的话，本身是不用算，所以它的 a 零还有 c 1 c 2这些全部都等于零，你就计算它的 Fourier coefficient， 就是把 x， 意思就是说把 x， 譬如说乘上 cos kx dx 负派到派。属于派分之一，这个我们知道它等于 ck 嘛，那这个等于零，因为这个是奇函数 ，OK， 所以换句话说，唯一有东西的是偶函数的部分，所以只剩下 bk 的部分。所以我们来算一下微积分，积分。好了，派分之一负派到派 x sin kx dx，
的 cosKx 符号 ，K。所以呢，等于派分之一，负的 cosKx 除以 K 乘上 x， 然后派到负派。加上负派到派，cosKx， 因为这是 cos 嘛，所以积分变成 sin，sin 之后就派负派，所以这会等于，所以这部分等于，然后这边看起来要慢慢写了，好，我看一下，哦，好，有点复杂，这跟奇偶数有关，好。K 是奇数，好 ，K 是奇数的时候呢，这个派代区是负一，然后负派代区当然也是负一，但这边有 x， 好，所以变成看一下，所以是派分之一负号，然后是乘以 K 分之负一乘以派，然后两倍。然后 K 是 even 的时候，这边派代去变成正一，好，所以应该就差一个负号，反正就是负派分之一，然后乘以派乘以 K 乘以派，等于负的 K 分之二。所以换句话说 ，x， 当它送过去的时候，送到的 L， 或者我们先写那个它的 b。那个这个式子哈，毕竟是，所以就是写出第一个就好，这边是二，两倍的 sin x 减掉二除以二 sin 二 x 加上二除以三 x 减掉二除以四。要想这样的式子，那这个你就可以开始画图了哈、哦，把这个拿去，然后在你的电脑上面开始画，啊、哦，把你接到 wireframe， 去把图画出来，啊、哦，就可以看到它大概 x 这个地方，然后大概就是展成这样子，啊、哦，越细的话它会越来越小，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说有这个式子吗？就是说它是 orthogonal， 意思就是长度会一样嘛，哦，它的平方会一样，这样子。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x 自己 ，x 的长度 ，x 的长度平方，啊、哦，是 x 平方负派到派 dx 派分之一。所以变成派分之一乘以三分之 x 三次方派负派派三方，所以变成三分之二的派平方。好，三分之二派平方。然后呢，另外一边是这个东西的和，
这段叶核反正就在这里了，哦，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等式，一个等式，把它擦掉，所以你就会得到三分之二派平方会等于四，啊，我还是这样写好了，二的平方加上二的平方除以二的平方除以三的平方。写下来，所以呢，等到二的平方一加上二的平方，然后这个除过去，二的平方除下来，所以这个东西会得到除过来，就变成六分之派平方。好，这是后来当初做的，好，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无穷级数，啊，一加二的平方，三的平方加上四的平方等于六分之派平方。那这个大概是第二，因为另外一个就是一减三分之一，啊，等于四分之派。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得到一个你常用的这个convergent sequence。然后这个并没有很简单，哈，因为这个其实是需要点证明。Okay， 那这是中间的一个证明。所以利用 Fourier coefficient 呢，利用两边的长度相等，啊，所以得到这个是好，这个相等。那这个是早期就知道比较难证，然后很多人想用各种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证明这东西是对的，一个 sequence， 还有一个不是 series 的结果。好，其实是有趣的应用，但是当然有点点大材小用这样子。但因为你现在在线性代数里面，我现在讲一下它的限制，哦，现在做好处，就目前为止，我现在看出来是这样，我们刚刚讲到，哦，我们刚刚主要的 picture 是这样，你有一个 f， 你现在投影到一个空间。那所有的 approximation theory 基本上的想法都差不多。approximation 的目的都是把一个比较困难的东西表示成比较简单的东西，但是毕竟困难的东西不会等于简单的东西，所以中间一定有误差。好，好了，那简单的东西，但我们一般来讲，简单的东西我们觉得是多项式，所以才会有利用多项式就 approximate。但在这个地方，它用的是三角函数，啊，三角函数。好了，他所以他把它推移下来之后呢，这个 suppose 是比较简单，这个叫 fn， 然后中间呢它有一个距离的差，好，中间有这个差。那就一个 approximation 来讲，我当然希望，啊，这就是它的误差嘛，啊，因为本来的 f， 你投影的这个东西是我希望去逼近 f 的东西，然后中间也差的东西是 f 减掉 fn。那我在分析里面，啊，这个当然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现在都做不到，这个真的会趋近于零。因此，我们得到这个 fn 啊，它的长度的确趋近 f， 这样子。但是，也就这样，啊，也就这样子。这个跟 fn 要趋近 f 是两回事哈，这是两回事。就是说，目前呢，我们是从一个比较大的架构。那至少我们看到说它有某一种逼近，那这个在数学里面常常用啊，分析里面常常用，就是说，因为通常做这件事情是最困难的，你要做一个真正的 approximation， 你要 approximate 到说所有的函数主点全部都收敛，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容易，哦，所以数学里面常常用的是它退后一步，用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架构，就例如像这样，先证明，譬如说像这样的事情。然后证明在这个情况之下，想办法再加入别的条件，然后看看我能够说明更仔细的像这个事情。好，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跟你在学泰勒展示一样，你们现在一定都注意到一个事情，我给你一个 f， 第一个你要想个办法得到你的逼近值。好，那所以泰勒展示你必须那 f 是可为，然后可以一直微分下去，我得到我的泰勒的多项式的逼近式。那在这个情况就是，
我用投影的方式，所以我有一个好的方法写出一个毕竟式。那个毕竟式就是我刚刚写出来的，哎，我把它擦掉，就是那个 series， 好，成为 Fourier series 的东西。好，那但是你得到那个式子之后，完全不能够保证那个式子的和，哦，就算它全部都收敛好，你也不晓得它是不是那个 f 本身。所以这样子的话，你还需要做别的努力。好，那其实它的展示呢，也有这些问题。所以，分析的问题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就你要很仔细讨论这些东西。那我说 Fourier series 的整个问题到20世纪中叶都还在处理，指的是像这类的事情啊。到底你加了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保证我收敛到某个程度啊，会让这个 Fn 的趋近 F 呢？比如说你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使它会对这样子？那这个条件绝对不是像我刚刚写的这么简单 ，Fn 趋近 F 就结束了啊。那所以大家还要再分析一遍，好好奋斗一下。现在就只能帮到这个忙而已，啊，给你一个 picture。好了，那我记得习题还有两题，像这类的东西，啊，这个我把它写下来。习题其实有两题，啊，类似这个，说如果你考虑 f(x) 等于负一 ，x 小于零。一 x 大于零，这样子，我也考虑这个函数，不是 x 吗？然后呢，你去做刚刚类似这样的事情，因为有 f(x) 之后，你可以算它的长度，你也可以算出它的 Fourier series， 应该是说算出它的 Fourier coefficient， 然后利用我刚刚讲的长度相等的这件事情，你会得到另外一个，我来看看得到什么，得到这个八分之派平方等于一加上三平。加上五平方，加上七平方，好，回到这个事情，这个也没有很简单啊，哦，是你不会无缘无故的，你从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很简单可以做出来。好，我记得我们的习题有两题，但是它结果是一样。好。那这个大致上就是第五章，我们要说的部分，我今天早上，我有请助教寄给你一份讲义，这个讲义就是最后我要谈的事情，但今天这个时间可能只能讲一点点。好，第五章就结束，考试就考到这边了。我现在要讲的，下面要讲的东西是不考的，好，所以你们可以不要放轻松一点。等一下说不考，其实怎么说呢？对不起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东西主要是从你们习题的前面的习题里面出来的啊，所以我只是要把那个习题整个完整的说明一下，所以说不考那也没有什么道理。好，我会讲什么东西不考啊？至少习题的部分我不能说不考啊。在这个我要补充的东西里面呢，我会碰到一个词叫 dual space。那学线性代数最抽象的两件东西，第一个你们已经看到叫 quotient space， 好，就是这个还蛮抽象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讲 dual space， dual space 相对来讲好像应该比较好，但它意义上比较难理解。我现在没有要讲那么多 dual space， 如果我真的要讲，应该是下学期的最后啊，小的一个时间来讲。那我今天只是要借用里面一些简单的概念来谈一个事情。那我先来看一下，好，我先讲一个 frame。所以我要先谈一个架构。好，这个架构其实就我要举的例子来讲，其实很简单。好，虽然你可能不习惯这样看 ，Rn， 好。其实我们可以想成它的 f 从 n 到 r， 其中 n 呢是一二
那其实我在前面讲过，好，我有讲过，就是当我开始要把开始要举比较抽象的线性空间的时候，我们当然第一个举的就是函数空间，哦，譬如说 a 到 r 这样子。那我当时有说，其实我们熟悉的 Rn 也是这个东西，好，因为熟悉的 Rn 你可以想成就是一二 n， 就这个 set 1到 r 的方式。那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指定嘛，就 f 就是指定 fi 指定到哪里去，所以这个 fi 呢，其实相当于我们在写 Rn 的时候就是 f1。F2 Fn， 好，所以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这样子，就是说，一个函数，因为你是在不同的一二到一直到 n 各指定某一个数，所以表示说你把第一个位置定到某一个数，第二个位置定到某一个数，那第一个位置就是这个第一个 coordinate， 第二个位置就是第二个 coordinate， 就这样子 ，OK， 所以Rn 可以这样想。那因此呢，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map， 啊，可以定义一个 map， 就是从 Rn 定到 R， 这也是很简单，这是 projection， 就简单的 projection， 还不是你学的那个复杂的 projection。Ice component， 就是把这个向量的这第 i 个把它印出来，好，那我给它一个名字，我把它写这样子，好，所以这个 map 呢，就是把这个向量把它推到 ai， 好，这样子。但是呢，我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如果 f 是属于这个，它就是 e 到 fi。那你记得这个 i， 这个 i 就是指它的位置，就是这个集合里面的某一个 element， 好，就是它的 domain 里面的某一个 element。这个 domain 现在目前是 n 磅，所以是1到 n 这个集合，所以 i 呢，我就从这个集合跳一个 element 出来。那当我跳出 i， 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个 vector 的第 i 个拿出来，我直接就印到 ai， 或者你就把这个函数的第 i 个位置印到的那个数把它写出来，就是 fi 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本身是很简单，好，这样写。只是目前，当然你现在写起来，你现在最觉得比较抽象，其实是这个符号这样子。那你记得我就是把那个位置，因为我现在1到 n 总共有 n 个数。我就把某一个挑出来，我就得到一个像这样的函数，好，所以换句话说，总共有一二，一直到 n， 好，总共有 n 个像这样的东西。好，然后你可以去说明这个是 linear， 好，这个 map 是 linear， 这是 linear， 好，你说什么东西啊？好，因为它是从这个 map， 它是从这个推到这里，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一个m 一乘以 n 的n 乘以一的 map， 我想想，这是头一号，好，应该是这样子，好，我先讲，就是我现在这个 map， 我再讲一遍，好 ，i 这个 map 呢是从 Rn 引到 r， 好，那我说它是 linear。所以就是要说明说，我直接把它写出来比较快一点。你掌握这里的细节，我还不用真的写。好，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写它，因为反正要证明就是这样而已。就把它加起来，然后各自去投影，然后你会得到 ai 加上 bi， 但是这个当然就等于 ia1 到 an 加上 ib1 到 bn， 然后等于 ai 加 bi， 然后另外 lambda 一样，所以你很容易可以证明这个 map 是 linear。
那你可能更希望是说，你干脆直接写个更简单的 map， 让这个就直接对应到 AI。好，那这个是可以写的。事实上 AI 呢，你可以写成它其实就是0 1，其中就是 DI， 这样。因为这个东西去跟 A1 到 AN， 你这个一做以后呢，就得到 A1 AI 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呢表现成这样。那这是我刚刚讲，如果这个是 linear 的话，那因为它是从 Rn 到 R 的线性，就是 linear transformation， 所以它可以想成是 n 一乘以 n 里面的元素，然后你把它写下来，就是这个。好，那这个等于是我们把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把它讲成复杂的意思。好，就是其实我只是要讲说，我有一个投影，只是这件事，然后是从 Rn 到 R。只是说这个投影呢，我现在把它特别用一个记号来记，是这件事情比较奇怪。好，好，到这边，反正我就是强调，你无论如何，你可以检查它是一个 linear transformation。然后呢，当你想着 Rn 到 R 写记成这样的时候，你把 I hat 把它写出来，其实就是这个，好，这样子。为什么要写这个呢？因为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架构想办法用到 F 这边某个东西来。那让我取一个最简单的，好，写好。所以换句话说，但是 F 从 R 到 R 就是一个普通你知道的东西，就是函数 f(x)。它是所有这个函数所成的空间，这是 linear space。 然后我刚刚呢是从我的 domain 里面找一个 element 出来，所以我在这个实数里面随便找个 element 出来，所以任取某一个 A 属于 R。 我也可以定义一个 map， 这个叫 A hat。 好，我就从实数里面找一个点A hat， 然后呢，我要从 F， 好，调引到 R， 这样子。然后它的定义呢，其实就跟那边一样，就我认给一个 f(x)， 我就引到 f(a)。好，简单讲就是在 A 点取值的意思。好，取 A 点那个 A 点的值 f(a)， 请你证明 A hat 是定义。这个我来证明也可以，因为这个证明其实跟那边完全一样，这只是你要小心它的，就所有这些东西的意思，因为它现在比较抽象而已。好，你要证明它是 linear， 所以就是 f g， 这边有个加，这个加我把它写粗一点，这个函数的加，在 linear space， 函数空间里面。然后你想要证明它是不是等于它拆开来。但是这个地方依照定义，依照这边的定义，它是写成 f 加上 g 这个函数作用在 a， OK， 但是函数相加作用在 a 其实就是 fa 加上 ga， OK， 但我你要再填啊，或者也不用，就直接把它写回来。那这个呢，其实就是 a hat f。这个就是 a f g， 其中这个加呢，就是在实数里面，因为它已经到实数去了，好，所以我就证明了这个事情，对，所以证明它是 linear。 这个证明其实跟那边完全一样，其实完全一样，只是因为现在比较抽象，所以我只是把它写这样。所以换句话说呢，你要检查 scalar 的部分，其实也完全。f， 那可能就等于 lambda f a， 所以就等于 lambda 乘上 f a， 等于 lambda 乘上 a hat f， 其中这个乘是普通实数的 scalar product， 这样子。好，所以这只是说明说，我把左边那个架构 Rn 里面普通一个 projection 的架构，我现在把它搬到这边来，所以你可以想成呢，这也是一种投影。好，
然后那边有 N 个位置，然后呢，我在某个位置做投影，我在上头有一个向量，我就对某个位置做投影。你现在可以把这个想成，你现在这个函数呢是作用在实数上面，所以我在实数里面找一个点，想成也是一个位置，然后我把它做投影，但是那个投影意思是那个在那一点取值的意思，好，其实是这样子。好，然后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可以利用 I 呢去定义一个很显然的 isomorphism。我可以定义 T 从 Rn 到 Rn， 然后我的定义呢就是把 A1 到 An 定义到I， 我这样写好，就我把一个向量 V。把它对应到一 ，v， 二 ，v， 到 n， 对。这是骗你的，因为这是什么？你把它写清楚，写清楚就知道。因为 v 就是一个向量，就写成 v1 一到 vn， 它对应到哪里去呢？它指的是 V 的第一个 component， 所以第一个 component 就是 V1，V 的第二个 component 就是 V2，Vn， 所以呢，它根本就是 identity map。好，我已经讲的是骗人 ，OK， 但是我只是要强调，我刚刚利用这个第一个位置、第二个位置跟到第 n 个位置的这个想法，我把它好好的写成这样之后呢，我会得到一个 isomorphism， 从这边到这边，那。我现在之所以这样做呢，就是我想象我要在这边，我要做类似的事情，啊，就是我给你一个函数 f， 然后呢，我在实数里面去取一些点，然后你把它全部都写满，从第一个排排排到后面，一排完以后，它就会自动对应到这个函数，就对应到这个函数，感觉上是这样。不过问题。在这个linear space 现在做的架构里面，这个右边不是写的这样啊，这个这样是没有意义的。OK， 所以我们把这个 feature 把它缩小，哦，我们改问 f r 到 r 这个函数空间里面比较小的有限维空间，利用有限维空间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最容易取的就是 p n 这样子，所以我用多项式来做这件事。而且 n 我也不要取太大，哦，我就跟课本一样，譬如说我就举例 p2 好 ，p2 这样子。好，所以我刚刚取的 a、b、c 这种取法，我在 p2 一样，当然都可以取。好，因为就是我给你一个多项是 f(x)， 这个 a hat 其实指的就是 f(a)， 好，就是可以我推移到 a 那一点，得到一个值这样子。然后呢，我现在把我刚刚写那个架构，把它搬到这边来，看看行不行得通。我干脆写过去好，让它比较接近。那这个参考架构呢，只是参考架构啊，因为后面我们的着重点在这边。所以我现在从 P2， 我要对应到 R3， 啊，你记得 P2 是三维的，所以任何一个 F， 我要对应到。好，模仿这边，啊，模仿这边，刚刚的位置是一二 n， 那那边的位置因为是实数，到处都可以取，所以呢，我就随便取三个点 ，a hat f，b hat f，c hat f， 这样子，然后问说它是不是 isomorphic？ 好，那这大概是你们的习题的一部分。好，因为习题这边不是这样写，它是直接写成 FA、FB、FC。好，那你还记得，就是把一个多项式印到 FA、FB、FC， 然后问它是不是 isomorphic。好，这是你的。好，糟糕，问你们讲你的习题没有用，要讲你们要教的习题才有用。因为我忘了这是要教还是不要教，可能是不要教。啊，不管怎么样，至少我有过这个习题。记得好像至少有算一题才对。啊，问说它是白手摸底的，
那这个很容易证明，这个是 linear、哦、因为所有这些都是 linear， 所以它把它改成 linear。所以是我现在有一个线性映射，这线性映射从 P2 到 R3， 我只是不晓得它是不是从 morphism 而已。那当然很容易，你可以看出来，如果 ABC 有任何两个是相等，这一定不是，因为相等的话，这边马上就会印到一样的东西去，马上就会消掉。所以，我的问题变成，如果 ABC distinct， 好，请证明它是 isomorphism， 这样子 exercise， 好，所以 exercise 应该是这样。所以说，如果 ABC 是不一样的话，请你证明它 isomorphism。那这个有一个比较 classical 的证法，就是说，你要证明它是 isomorphism， 那你就把它的矩阵就把它写出来就是了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P2 到 R3， 然后呢，你要证明这个 map 是 isomorphism， 那我们就来利用 isomorphism 这件事情。因为我有个 map 叫 LB， 一到 R3。然后就有一个这样子的 map， P2 到 R3 就是我刚刚写，我把我看一个名字好了，叫 T 好了。那因此这个 map 呢，当然就是 LB inverse circle T， 就是利用它的 coordinate 来写。好，那 P2 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的基底，写成 B E X X 平方。好了，我现在要看是这个矩阵，好，我要看是这个矩阵，所以呢，我就来看一下，把 basis 写出来，但是这边的 basis 呢是100，好，我就写1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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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你要看1万印到什么去，好把你的矩阵写出来，所以1万你要先透过这边跑过去，但是1万从这边送到这边就是本来的一，好，我们来看一下，1万送回去是一。一送过来就是，就是一，好，因为这是一个多项式，常数多项式，所以里面有任何一点都是一，这样子。一样的 ，E two 送过来是 x， 送过来就是 a b c。一三送过来是 x 平方，送过来是 a 平方、b 平方、c 平方，这样子。因此呢，我们就得到这个矩阵。所以我们就得到 T circle LB inverse， 这个矩阵写下来就是 1 1 1 ABC， 这样子 ，OK。然后我不知道这是你们高中都已经学过，好，就这个等于 A 减 B，B 减 C，C 减 A， 好。所以当它是 distinct 的时候，这个不等于零，因此它就是 isomorphism 这样子。如果有人不知道，好，我稍微写一下好了。就是这个 determinant， 它的 determinant 不是矩阵，对不起，这是行列式等式。那好了，就这样，你定 f(x) 等于一。x 平方 b 平方 c 平方，好，那 f x 等于这个。那么因为 f b 等于 f c 等于零，好，因为把 b 带进去，两列一样 ，c 带进去两列一样，所以这两个等于零。那因为你是一个二次方程式，所以呢，我们得到 f x 等于 c 乘上 x 减 b 乘上 x 减 c， 然后呢，你再去看你带 a 的时候。好，因为答案就是 A 嘛，好，答案应该是这样 ，x 平方，所以你看它前面的系数，你把 x 平方的系数在这边算出来，那 x 平方的系数呢，其实就是这个小矩阵，所以这是 c 减 b，x 减 b，x 减 c， 然后原来这个行列式呢，其实是 f(a)， 所以得到 f(a) 等于 c 减 b，a 减 b，a 减 c。然后把它调一下，把这两个调过来，就得到这个式，这样子，好吧？那我说过这是 classical， 就是，就是我现在要来回答的是刚刚讲这个问题 ，P2
披露到 R3， 假设我把它定义成像这样子的 map， 然后我要问说这个 map 是不是 isomorphism， 因此我的方法呢是把它重新解释成这 R3 到 R3 的 map。但是解释成 R3 到 R3 的 map 呢，你刚刚把所有的 basis 对应一轮之后呢，你得到矩阵是这个，因此你变成这个矩阵本身是 isomorphism 的问题，是 invertible 的问题。那因为是三维，所以我们还算知道，所以你只要检查它的 determinant 是不等于零就可以。所以那重点是你要知道这个式，所以这边切断一个比较 classical 的determinant 的式子。那这个可以推广到 PN。都可以，因为 PN 你可以完全可以想象它那边就其实类似的式子。OK， 我们今天只讲一点点，好，所以我等于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再说，好，我先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后面呢，当然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是这样，就当做你们回去做的习题，我讲义上已经有写了，就是你要证明这是 isomorphism， 你当然有一个直接的方法。就是把它的 pre-image 找出来。那你的习题很多人就直接这样写了，就是说从这边我怎么样找出这个多样式，那这个就是拉格朗日差值多样式，但是如果你本来不知道拉格朗日差值多样式，你有个办法，把这个矩阵的反矩阵求出来。因为我刚刚讲我们的目标是要从这里倒回来求这个，所以你可以先透过这条线过来，然后再把它过来，我把它整理一下就可以得到。我还真的有算出来，我记得。在讲义目前讲义31页，这个页数不准，页数经常在变换。好吧，今天上这边。